人的心地以大空间的大地，真正的要滑水滋润大地，滑水滋润人的心地。看到加拿大已经呢好几天呐、啊，林火一直燃烧燃烧啊，一直呢逼近啊人的住宅区，周围的人呐、啊、也都要赶快疏散，多少万人呐、啊，十多万人一直一直呢被逼得赶快要离开，这还有呢1100多人呐、啊、的消防人员呢在奋战着，眼看着多少多少房屋啦、啊，大火一直一直逼近了啦，想这就是大地的大灾难哦。据说啊，在加拿大呢，这样的大灾难呢，还是前所未有。加拿大的西部哦，那这么大的大片呐、啊，就看来红色的这么大片都已经很危急，火还在烧。熄灭掉了，但是呢，风一吹，又死灰复燃，还是再烧起来。看这种大自然呐、啊，人类呢，能不反省吗？很无奈呀，怎么办呢？这都是看得很心疼。还有肯亚一栋有6层高的大楼突然间崩塌下来，里面呐、啊、有30多人往生，80多人失踪，真的是我们呐、啊、人要时时刻刻呢提高虔诚这一念心，人人呐、啊，自我心净化，要把自己的心地呢用华滋润着，时时释放出了爱的能量，让心地呢祥和，才能社会平安呐、啊，也看到了菲律宾在马利基纳市的开始在做这个摄影展，因为这几年来呀、啊，在菲律宾呢曾经有过哇好多好多次的灾难，实际人呐、啊。总是在那里以工代赈，在那里呢陪伴灾民啊，复建这个经济，让它复苏起来。所以菲律宾啊，这几年所做的很有丰富的资料来展示，所以他们在马利基纳市呢要做这样的摄影展呐、啊，同时呢也为义佛不断在解说，在我们要如何来义佛一旦整齐庄严，那先让人人呢看到自己的菲律宾，再回忆一下当初自己受灾难时，现在这样的宗教的
宗教爱心理念的源头来自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出生人间，所以有这样的道理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，才有现在在菲律宾一群人间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喜大舍的付出。他们都可以在画面啊，摄影的画面里去体会，好，看到了菲律宾的菩萨用心啊，很令人感动哦。那当然啊，在花莲也是一样啊，这几天常住也都到净食堂去彩排了哦，后天呢就是要地火的啦。台北呢今年是两地同步，因为呢中正纪念堂呢今年呐、啊、差不多有一半是有一个大型的音乐会，我们只能用一半，今年就把另外的这一群比较靠近这市政府的民众，就可以呢在市政府广场呢跟中正纪念堂同步、哦、现在科技真好啊，主持人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两地同步一起，这就是呢科技的好处啦。用在这样呢、哦、真的是要很感恩呐、啊！哎，看到大林呐、啊，他们呐、啊，敦亲睦邻哦，到处啊，邻里去邀啊，要让他呢，先来种一颗种子，善良的因，让他们了解佛法呢是这样，那样的庄严啊，启发人人的爱心。所以我们的大医王啊，社区菩萨总是呢一一呢去拜访啊，真的也是很感动啦、啊、吼、哦、这连门禁吼嘛要叫人讲啊，你讲你都爱来哦，来医佛啊，对啊，健康需要医生啊，但是呢更需要呢天行啊，还有这历史的今天的2002年的父母恩重难报经，在净思堂呢第一场开始了，从此以后这样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啊，在台湾不只是在各地呢演绎过，连建议里面的同学啊也去感化他们，因为父母恩重难报经呢启发了多少人呢、啊、可以呢自我忏悔反省，而且呢回家孝顺父母哦，不只是走入了建议去，也是呢一共有14个国家都演绎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哦，这都是教孝教善，教导我们人人要懂得孝道，教导我们人人启发爱心，这就是在2002年的今天，这第一场。真要感恩的事情很多啦，这都是很令人刻骨铭心的，慈济人文就是这样的感恩呢、啊。作曲作词那排练成为剧本的，像慈业他们、啊、都是、哦、那这都是爱的能量
大家呢汇集起来，一定要众多人的智慧才能呢合成出了这样的感人的画面。好，有演绎的人呢、也是这样的肢体语言牵动了人心哦，这都是爱的能量啊。总是呢，爱的能量是人表达出来的啦，所以期待人人呢，我们要释放出自己心灵的爱的良能，把它释放出来。